你好，郭芒。你好，方伟。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听我口令，预备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关鹏获得开球选择权。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观看2018乔氏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江西修水站的比赛现场直播。大家下午好，我是苏新元。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咱们江西本地的球手，也是本次咱们江西修水站的承办方方伟，对阵屏幕右侧来自黑龙江的球手关鹏。比赛采用13局7胜制，80分钟限时，双方轮流冲球。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张毅先生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关鹏开球。一个效果非常好的冲球，有球进袋，主球停到球台右上方，问题不大的话选择花色球入局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。还是有一些想法啊，主球带了一些旋转，右侧旋转之后想弹边库，15号就同带，但是打完之后可能旋转多了一点啊，没有做到。而且现在进攻14号就右边中带的话，我们看到15号就在后边形成后斯诺，抬高手架。现在主球跟15号就这个角度，如果是发力的话，弹顶库往下走，需要发很大的力啊。如果打高杆的话，主球啊，弹两库也可以，看他选择。发力弹两库，但是准度上出现问题。上场击球的方伟也是本次分站赛的承办方。这样的话，关鹏的好机会。15号球中低杆，白球横向啊，做13，往下推的话啊，就需要角度好一点，先做11。
一定要推过八号，好球。第一局关鹏胜，比分1-0。第二局，方伟开球。看他上手选择，现在来讲啊，如果说打单色球的话比较好选，打三号，看他杆法下的高跟低，如果低杆的话呢就是带开球队，高杆的话呢还有从下往上再弹起。而且现在主球跟二号球这个角度啊，控制好力量，有机会稍稍带一下七号，七号就薄边弹起啊，还能不能看到一？如果看不见的话，再拼只能是五号球右下方地带了。而留给花色球的局面，现在12号跟10号，12号就还不太好借力啊，下左边中袋，要攻13，角度比较大。9号就这边呢，少了一个附近的衔接球。也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。自由球，
方伟在击球的时候，身体的这个动作啊，幅度比较大，其他的位置碰到了其他的球啊，给了关鹏一个手中球。反向15号，先把两颗难度球处理。10号就是有机会衔接12。非常准确。对于关鹏来说，10号跟11号选择一颗，过渡12。现在是有机会的啊，打11。关键的一杆12号球。这两杆杀车球啊，关鹏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高。第二局，关鹏胜，比分2-0。第三局，关鹏开球。开球时机。开球时机，你可以继续打，接受下台面，也可以让他重开，或者你重开，继续打。继续击打。上手这杆球的失误啊，想法是对的。先衔接右边中袋的12号，这杆12号球虽然说在袋口附近啊，但是它在后面很难衔接到。但是谁也没想到，这边方伟在上手一个并不算难度的14号球右上方顶袋出现失误，等于是把机会啊再一次留给了开球时机的关鹏。先把12号打掉是对的。
他在这个位置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嗯，带口球也出现失误。是说局面都太好了吗？双方都不太愿意啊，上手打光。带开，15号，能不能看到？现在对于方伟来讲，现在要考虑最后用哪一颗球啊？13、12，其中一颗去衔接8号。多少有一些紧张啊，毕竟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，也是本地的球员。肯定有很多的朋友在赛场给他加油，难免有一些心理的包袱，可以理解。1号球，长台突击。还得再准。考验他的低杆能力了。这杆球有机会啊，低杆左塞，弹边库，去做9号，也可以弹顶库，左边边库，啊，两库，9号就右上方底带。选择两库。那么现在白球跟9号就这个角度啊，白球从2号就右侧，从上往下弹，可以衔接8号。也可以发力往前冲啊，看他自己选择。哎，
非常准的一杆。这几杆都是在靠准度来弥补，走位上也没太要求。可以搓着打啊，从下往上，八号球同带。第三局，关鹏胜，比分3-0。第四局，方伟开球。现在七号跟八号这个位置，确实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别扭。选择单色，七号球 K 开，需要一定运气。选花色，十号、14号，是个小难点。先定色。从现在的单色球局面来看，白球调到二号球啊，是有机会带开七号跟八号，需要非常好的位置。现在主球这个位置并没有什么太好打的。重新洗牌，个人感觉啊，关鹏还是，我个人感觉还是别着急攻，十号、14号先打活。
看这根十号有没有翻带啊？左边中带。这么选的是对的，因为你上来打九打十一，最后留这两颗球实在是很别扭，这杆效果非常好。还得再设计一下。12、14、9都有机会去往15号跟6号球的位置去碰。他量的这个位置就是用9号球啊，去尝试带开六跟十五的关系，看关鹏怎么控力吧。如果实在找不到特别好的机会做九号，去带开十五跟六的话，12跟14也可以选择。14号就左边中带，12号就左下方底带，都有机会调整。由这个位置，看来是要强拼了啊。也是关鹏通过这头三盘跟方伟的对抗来看啊，感觉对手的能力并没有那么强，所以打得稍微的奔放一点。这杆1号球是有机会啊，立一些杆尾，带一些右侧旋转，带开7号，看方伟会不会这么选择。OK。第四局，关鹏胜，比分4-0。很可惜啊，第五局，关鹏开球。
也是刚刚得到的消息，在与此同时进行的咱们乔氏中式台球的美国公开赛当中，加雷斯波茨是率先进入到了决赛，而另外一个决赛的名额呢，将在刘闯跟范博宁之间产生。美国公开赛的比赛时间呢，是在明天凌晨的5点钟。很多朋友也会问说，美国公开赛的比赛直播的地址，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"台球圈有料"，右下角美国公开赛的选项，点开之后选择视频，就可以找到美国公开赛的直播的房间。直播平台依旧是企鹅直播平台。感觉现在方伟啊，上手之后总是成功率很低。现在心态上啊，包括整个发挥上，都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。简单打法，推进12号，从顶库往下弹，做到11。11顺势13，13八号，留好角度就好。小力推的话，对力度拿捏呢，稍微的要求高一点啊。得低搓一点，选择发力的话呢，就借球或者弹库，现在放在这个位置并不算好。感觉打得过于保守，跟程式化了啊，这杆球没有必要选择低搓再去顶三了，带一些力，中低杆下来弹底库往上，13号，这样打得更简单一点。现在这个位置。白球很容易吸库啊，再拼吧。第5局，关鹏胜，比分5-0。第6局，方伟开球。
八号球右边中袋的线路是一个开放的，选择单色球。如果不舒服的话，再调一杆也可以啊。哎，现在比分，大比分领先啊。关鹏这一边如果打得稍微的放松一点，一号球借力啊，左边中袋，七号球强薄右下方的底袋都可以选择。八号球不需要改变位置，右边中袋是有下的，最差左边中袋也够打。三号也是开放线路，10秒。二号球并不难。还是选单色。太大了，今天这种关鹏的远台啊，中小力的推杆还是非常的准确，自然衔接到。四号，推杆小了，
带一些力，喊顶裤下来。第六局，关鹏胜，比分6-0。第七局，关鹏开球。杆法能够控制好的话，白球可以做11号球的左边中袋。没有选择。把中间的过渡球都打掉之后，我们现在看1号球，进攻上有难度，4号球还需要再 K 一下。现在主球跟3号球的角度啊，有些直。能不能够把将白球调到15号球下方，做4号球左边中袋或者底袋。好球。现在这个位置势必最后你打进4号留1号球，白球也会在8号球左侧，角度比较大。难度还在最后的1号。我们可以反推一下，在刚才方伟上手进攻的时候，那一杆右上方顶带的球啊，是2号还是几号？咱记不清了，是有机会顺势。如果你觉得收不住力，做不了1号球左边中带的话，你可以尝试白球弹右边边库，往左边勾一下1号，也比现在这个局面要简单很多。
角度也合适啊，低杆退一点，9号就同带。如果有信心，白球可以2到3库啊，下来先做12。看来最后把难度留到12啊，用12来调8。把压力留到最后了，有信心就奔着青苔打，如果觉得角度大，用8号就在形成吊球也可以，主动权在关鹏这一边。比赛时间已过半。给对手一杆机会。玩起来了啊！左塞，2库，8号球同带。那么恭喜关鹏啊，兵不血刃战胜了方伟。下一时段比赛是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，我们到时再见。你给他积的，你忘了，不是你。